用英雄。领导啊，土猫。生死啊，生死的蜘蛛看一下。生死是绝活伐木技，蜘蛛怎么样？那就不上把那个也打得挺好的呀，马尔斯。还剩十秒。哎，我拉斧王呀，我危机拉斧王呀。你这拉吗？还剩五秒，请 V 七给你。我飞机也可以拉斧王呀，兄弟。然后给老师一玩个兔子，斧王兔子，中路炮塔琳娜挺好的呀。直接点个斧王兔子啊，兄弟 ，V。还剩十秒，请夜眼方挑选英雄。哎，莫克也是个打蜘蛛的点，也行。三四手应该是个斧王和或者兔子。这把中单，还剩十秒，中单不能玩弱势的，好吧？玩弱势的就还剩五秒。那玩琳娜是生意还可以，好吧 ？bug 呀，我玩 bug 呀。他一直在补。上把你玩琳娜，反过来我点一个 bug。互相叫着玩，然后危机可能再玩吧，骷髅王。哎，上网没打好，我的兄弟们，给我再证明一下。请 V7 Gaming 巨牙海明，想不到啊，海明是游走。请夜眼方挑选英雄。马尔斯，马尔斯，马尔斯打蜘蛛上把效果还不错，我也选。谢谢 IMXKJ 送的水晶嘉年华，这是什么礼物啊？那么大气。还剩五秒。一次两名换过来了，这把。定了马尔斯。但我感觉是危机阵容好，这几手危机就跟上把别问问就超火，真的假的？清查这把中单好啊，请天辉方进入英雄。哎，有鬼先选大哥，只能说中路打定了的不多啊，半个美杜莎，来个毒龙。不是现在半呀，只有毒龙，你要打对线就只有毒龙了，或者像什么死亡先知啊这种。请是吧？半个美杜莎呀，兄弟，美杜莎打幽鬼啊！破悠悠的美杜莎刷钱可以的呀。这边半个中单，半个 Park， 再半个。还剩十秒，他缺空啊，就要搬 Park。请天辉方禁用英雄。再搬个 TP 已经没了。近战啊，虚空啊，近战大哥，搬个虚空。虚空打幽鬼也是好打的。剑圣吧，我感觉搬虚空重要点。我感觉剑圣莫克呀，符合。剑圣莫克也可以，看他吧。虚空刮痧，好吧。对啊，虚空换长矛手，我操，这边搬感觉可以搬个帕克，他们缺一个先手控，或者搬个蓝猫之类的。这把 V7 可以拉虚空。中路是个节奏点，龙骑被搬了。帕克呀，就帕克呀，就搬帕克挺好的，我觉得。还剩十秒。他可能他就不想，我也想教育你一把，兄弟，就给你拿帕克。你上把打爆我，我这把也要打爆你。
吧，看看清查这个蜘蛛能不能给到危机压力啊。危机现在有三个、四个金帐盒还是三个？有 PA， 有骷髅王，有虚空，有剑圣，四个，四选一，还是半 pack 是吧？看你这个最后一手，决定我的大哥。你是什么样的中单啊？决定我拿什么样的大哥。最好的是死亡先知啊。应该是四选一啊，对，死亡先知还可以啊。配推进 push， 但带不了节奏啊。经常没办法，只能推他呀。经常拿死亡先知，没什么先手控。他没人带节奏的，带节奏你都打不过力呢，对线都打不过力呢，就节奏型的。要不就我靠也没了，没了好像只有死亡先知，好像啊，只有死亡先知。还有什么冷门中单吗？毒龙呀，请 Vichy Gaming 多姆，被偷爆了。哎，不过如果多姆啊能够吃的好好怪，是吃一个抽蓝或者蓝胖，吃个抽蓝蓝胖能打定的。电怪也能打，那个电怪能补刀。电怪能刷吗？那边还剩十秒。左边小野啊，兄弟，左边小野抓个电怪，那就很舒服吧？出个品质。哎，敌方最好是冰甲怪或者抽蓝啊，这两个最好的。电怪的话，你还是就是连个补给跟不上，打定了。敌法不是特别怕多姆啊，可能是看对面没空吧。哎，破悠悠的敌法我真的很少见啊，他竟然不是刚才那四选一啊！现在本来就状态就可以说很差、啊，找下状态，找下手感，意思是敌法师我真没见过他玩，以前也没见过。敌法现在就先背我。最近比赛玩过呀，反正敌法不如那四个英雄，什么骷髅王、PA、剑圣都比他好一点。前期杀蜘蛛都比好杀一点，配合马尔斯，看他刷的怎么样了。还是地法师啊？看他刷的怎么样？我见过先被玩过一把敌法，先先锋盾，跟蜘蛛对线，顶蜘蛛那条线，然后。搞个黄战拆了，后面转大人，拆了，是的，就是前面出个前锋盾，然后拆了出黄战，刷多塔视频啊，刷到一个敌法师的打法，刀斧什么？暗面是吧？暗面连击刀，连击刀暗面中路嘛？哎，连击刀可以，敌法出连击刀可以的，但是走右路不太行，他是中路的，中路打架的，连击刀他要配那个呀，配那个大毒球。请做好开战准备。能赢就是好，好理解；不能赢就不太行。五人开悟，拿个一血蜘蛛破雾，老蜘蛛啊！蜘蛛这个位置怎么杀？当老蜘蛛，他这个是站在山上的山上，高台的高台。30秒后战斗开始。家乡敌法。哦，三号位杜姆，中单蜘蛛也输了。中单蜘蛛也打不了丽娜呀，他六级前怎么打丽娜呀？看效果呀。征战号角，总比杜姆好，我感觉总比杜姆。他既然能打，那就肯定是练过，好吧？练过呀，肯定是打过呀。哎，这敌法师学了虚蓝，学了虚蓝，一个封路就死了，一个滚，一个封路都行。看你，应该是滚了，看你怎么走。有了，他直接走上去学被动了，学被动了敌法。
都是哪个都是喜欢薛旭兰、啊、哎装的东大末日真实传中，然后这边还是一个蜘蛛海明的猎。哎，生死的动物我记得有印象，玩得很好啊，上次那个可以的，评价很高的。他的小野被下面的野怪被封了，他就是那个盘子出的特别早的。生死个人能力还可以，好吧。野怪啊，胖胖，来一个胖胖。小野，哎呦，胖胖来了呀！看到了啊。吃，下个吃就吃，士兵就可以去吃了。当时四级的，正好胖胖三级。你走过去吧，这把这个经常收到。收到可以走过去。会打一个光击阵，你不然会打个光击阵。赶紧吃，吃呀，兄弟呀，你不会想着吃小野吧？哎、你假眼看到了呀？不是，他个假眼看到了。对啊，胖胖呀，这里一个男胖不香吗？哥不吃，不能吃，要吃经验了。现在吃吃吃吃吃。哦呀，吃啥经验呢？远程兵要吃。远程兵，走了走了。啊，真不吃，吃了拖节奏。早点去吃这个男胖。他刚刚贴大药的时候就可以去吃了。嚼，消化加。哎呦，加以前加的更多，以前是加八点，我没记错。加八点，加八，以前是加八。以前太变态了，打不动。你妈八点谁给你玩啊？减攻速，减移速。对，还减攻速和移速。打不动了，你看，点我，点我掉多少血？发现不都不想点你了，他就是用 T 来回你刀。对你点他，减25%的移动速度和攻速，我操！哎，走不动了。你点他，说不定你自己补刀都要漏刀。上路拼起来了，幽鬼，鬼哥有魔棒在秀，仙草和魔棒在秀，还是给他秀了。有大红，你把魔棒吃了，大药了，大药地上。下路也打起来了，毛笔配墨友，蜘蛛有机会吗？有机会，开一下，漂亮。死了。哎，敌方墨客挺厉害的，先生。他那个薛兰，薛兰挺厉害的，防不了手呀。整个墨友他妈是 ADD 只能跑。这末日感觉可以整一个瓶子啊。补刀，懂了没啊？他肯定要出屏啊，出屏啊，出屏啊，出屏啊！我琳娜压不死他了，我只能说压不死他了。他吃这个冰甲怪就压不死，他能苟住了，苟住就行啊。动，开胶。今晚还是什么比赛来着？等一下有个 IG 打茶啊，今天的重头戏。IG 应该打不过茶，搞不好也不是重头戏。IG 状态不太行。说不明白应该。也不好输，挺好说的，来个，要不，骗，算了，不来骗了，又骗，不不不，感觉小象目前有的打。小象状态还可以，哎，这波马斯幽鬼的刀也太少了点啊，要冰龙保他呀，冰龙弱呀。这琳娜，还是琳娜，27刚也是有。下路控补呀，打中就是控补，没给墨勇吗？再上来就给墨勇打一套。这敌法也很舒服啊！哎，动手墨客墨勇，滚躲，来土毛自然敌法蹦过来，毛笔怎么甩？甩到了。烈焰中塔正受到攻击。夜眼军团全面加固。做幽灵系带的，怨灵系带，不做大毒球吗？应该要出的吧。做那个系带还做那个就有点拖了，不会做了感觉。
猪了呀，这还做啥呀？看一下这两个酱油，油中邦丽娜炸的邦丽娜无解飞，迪法，迪法和琳娜都无解飞哦，想杀人拿塔，正好有车，这波对中路的运营。这个先不挨，等一下下路兵线，看能不能我们把这个线上滚，有没有线上滚？哎，看到了。方一正，哎，莫勇接滚呢？莫勇都走了，控服去了。敌法逼走了，封路下路敌法打一套。哎，死了，不是打一套。他刚才，他不开完了，又用了，被到后了。哎，冰龙欢迎，有钱少啊，打。一下给他上了一个寒冰盔甲，不一定打得死，好肉，再滚一下，滚一下就有机会了。带一毛病，但是海明杀怪了。海明节奏好，这把节奏好，杀掉吗？死了，那是生死双杀，很关键。哎，动一下就无解肥了，杀了，杀了是的呀，多姆能杀人。肯定是很容易肥的。哎，他要是等一下，关键无解肥的敌法也被捉了一次呀。他等一下再杀一次琳娜和敌法就很关键了。消息就是幽鬼坐牢啊！啊，幽鬼是有点坐牢，七分钟没夹腿，这个幽鬼穷的可怕，只能说穷的可怕。再怎么说，幽鬼。七分钟要有假腿的，再怎么说，哎，土猫滚到冰龙接虫子莫勇，这个冰龙过来做野，双剑就是不让你反射，刚才也马上就杀你。敌法是直接假腿狂战啊，下路上路刷幽鬼了，哇，陨星锤，哦。我是牛啊，这个单杀老十一自信回头，你去 A 他一下呀，死了死了，他自信死了呀，血量自信啊，自信自信自信，这波是自信，你怎么这么，我跟你说他没假腿，他有假腿搞个力量腿都杀不了，他太穷了，有额外的自信。夜眼上卡正受到攻击，这个人心锤价值出来了呀，单杀敌法提上给那个马尔斯去下跟蜘蛛打，要不先把塔拿了再提下，砸个远星锤。哎，中路逮住，被击败了，又一个暴徒倒下，直接提下了。八分钟两千的经济船，哎，砸远星锤，看一下这波蜘蛛一毛船，咚。哎，有机会啊，他只要毛得好的话，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313的血，他第一时间先毛真的有机会啊，明确2.8秒，反正有点机会好吧，毛到可能杀不了，但是残血是可以打掉，不过蜘蛛这波好好不容易聚的那个蜘蛛没了，拖节奏，他有大了，蜘蛛可以单杀他，框住这个蜘蛛死了，框住毛陨星锤啊，应该是框住挡了再毛陨星锤，因为蜘蛛移速太快了，这个2.8秒眩晕接着上吗，大挡先挡再毛再陨星锤接着上必死，因为蜘蛛肯定要先挡的，不然很容易毛空。上路，这一套看上去还可以啊，很帅，好吧，这一套。他这个出装就是打出了这个效果呀，这个陨星锤各种单杀，而且陨星锤回蓝，属性单杀两次呀，杀一次幽鬼，杀一次蜘蛛，属性和回蓝都挺好的。正受到攻击，反正他这个效果就打出来了，好吧。单杀两次就别的不说，骄阳也是三挂剑配血啊，学到了，学 YYM 的 YYM 现在玩紫帽也三挂剑一个飞鞋，
老刘子的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恢复下路，来下路，我会复仇的。哎、打父亲的呀，大林。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哦，谢谢。哎，东莫海明这波切入好、啊，给了个东。从屁股后面绕。大人两个冰箱救一手，蜘蛛也包过来了，蜘蛛迪法也来打架了。哎，迪法不能切迪法吗？迪法怎么不去啊？哎，下路又是一波单杀妖怪。电眼上塔正受到攻击。我也表演。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好。太牛了吧！个人技术拉满啊，快跳了。中路，但是你要忍心锤出的快，主要是。出的慢就很难单杀了。你们，你就想，但凡幽鬼肥一点，你咋单杀他？他得裸出来，他力量假腿快一点，加一个魂类什么大魔棒早点，你根本单杀不了他。被动的话，他就是线上打得好，再加上他装备出的快，就形成了一个这种节奏。夜眼中塔已被摧毁。哎呦，这冰龙把家园的加速给抢了。收到。夜眼上塔要防战了，拿了这个塔差不多防战了，十二分钟。夜眼军团全面加速。三大哥无解肥。夜眼上塔已被摧毁。哦，十一跳了。天辉，他就单杀无敌啊，又跳了。抓人也厉害，给个莫勇一个跳大，跳大。哎，先挡呀，不是老套路，兄弟。没事没事，杀了就行啊。莫勇切云星锤了，兄弟。我们拿到了莫勇金，其实也可以啊，还接滚。他现在抓人好强，配莫克。这种局的敌法就很舒服了。闭走。下路莫克要被抓。该死的是你。这幽鬼。小坦预测、哦、被无法刷两个大点我发现这兄弟好狂了十三分钟这兄弟不太适合玩幽鬼虚空这种刷得慢的和这兄弟特色大剑、啊、说了他适合玩那种水人什么天辉下塔正顺一点的刷得快一点水人露娜这种适合的这不属于你幻想神父不是刷钱不行扛压有点这把清查的蜘蛛没有打出体系啊被马尔斯关了呀这蜘蛛不行，这补大根了就要输了，好吧？打的蜘蛛做大根，你，你这，哎，我也要开壳。这种出装就是感觉最差的选择了，技能不能吃技能，输出也打不上，就是靠大招和大根给一下，华而不实。简单呀，是吧？打团就躲在后面 C 呀，上去对啊，又不能吃技能，又不能顶。毛忍心锤，哎呀，太强了！老师一教学了，对吧？教学了，马尔斯。来，冰冻大招。这种他还呢？骄阳这个状态，骄阳补了。母了压到了200血要防补先跟着
先跟着五十，他死了，不行了不行了，翻翻吧。那敌方收了一个，这种蜘蛛不出 BKB 就赢不了，没得赢了。他这样只能出 BKB 还能玩一下。15分钟，你就想你不出 BKB， 你就是无限被单杀的，兄弟。虽然 BKB 也解决不了问题，13分钟还债，一分钟一千，玩不了，被马尔斯关了。这把应该是没了啊，清查。没了，这敌法飞升这样子的情况，这蜘蛛已经没思路了。关键局势还是优势。幽鬼，幽鬼跟蜘蛛太穷了，敌法已经处理不了了。敌法已经16分钟这个装备，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没有十个明星锤，被打断了一桌，还在明星罚站。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打啊，打了一波。其实这把敌法，你补个林肯，这把就无敌，只能说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就一次死不了，带线就可以玩十遍。这个局势可以领先大件，好吧？林肯的话，跳刀海明末日感觉没市场。一般是不用出林肯，我是打个比喻啊，你就是想要输不了的话。分身以后补个林肯，你就是无敌的。他这把应该是分身冰眼的，看他自己的想法呀。正常来说是冰眼或者是锤啊。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就是他补一个那个分身以后出个魔晶，刷林肯一下就刷出来了。小半眼啊，木有打得过吗？敌方一了二十五，他队友很顶啊，随便顶住。现在清查打架厉害呀，等敌法等来个分身，打不死。有分身大家可以参战了。分身还是要切入，要注意动物，动物没放的话，你还是要切入好点，不然中动物还是有点危险的。有钱烧了。他这两瓶进化感觉蛮多了，好吧。有个弹幕说不是无敌就是无敌，兄弟你破林肯你就可以逼走，兄弟懂我的意思不？你可以开 C 也可以逼走，没狂刀就死不了，这种敌法就输不了了。讲道理，这个局势厉害的敌法就输不了，不管你出什么装备就输不了了，就可以carry住了，你知道吗？就有股那种，你就想这个局势对面这个阵容队友又顶，现在有一种幽鬼还可以，那种他这种就是完全可以二十分钟补个魔晶刷，你知道吗？直接做一张补个魔晶，安兵减两秒钟无限刷，刷的对面还就是给对面兵线压力很大。对啊，一般是年纪到不是闪是打 A 仗打敌方。就不要打上去。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天辉军团正在扫描。分身符连击刀，夜眼军团正在扫描。其实没必要，一般，要么狂战以后补连击刀先出，对，主要是先出，因为你那个性价比高一点，就是狂战以后补连击刀性价比高一点，你这个时候补冰眼就行了。也肉也有输出，哎，钓鱼，留双倍，蜘蛛来了，这蜘蛛没用了呀，飞了呀，已经，没他这个人了，他们这不是蜘蛛体系，那就是大拿出来的。没有配围绕蜘蛛的一套打法，
其实他做什么都不重要，反正好赢好吧，做啥都行，只要做，这把基本上是很难输了。不是吧？他对面已经还在处理几刀，有点难了。哎，中路，好十一啊，两连死。老十一差不多了呀，顶了20分钟，可以转给琳娜和那个迪瓦了呀。绑 BKB 加紫月。哎，这个迪法不会这波被抓吧？应该不会。踢走。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教阳补了个水晶剑，输出油了。一个 B 都没吹啊，搞了个林肯。林肯好用啊，这把多姆加冰龙。有鬼的经济咬住了有鬼，居然！我还以为他要被他刷的挺快的。他刷的挺快的，有一句讲句，补了个魂戒刷。他这段时间清查打架打过了呀，哎，盾没了。这下他好像有点来不及啊，来得及吗？来不及了，来不及，来不及。沃克在那拖物踩一脚，效果太大，杀沃克。沃克给出了大招，莫勇全走了，右鬼。在杀土吗？切酱油的思路是对的，好吧？哎，丁娜被关在里面了。右鬼切土猫挡一下，哎，右鬼这波打得挺好的，切了两个酱油。巴斯这里卡了一脚。哎，滚一下。冰箱丢一手，迪法斯不会死了吧？你死了就是有点那个，你带盾。我操，他妈恢复吗？满血的杜姆。恢复。清查这个团打了是可以的吧？第一时间全在切酱油。干嘛？是大没放出来。中期了。放弃啊！沐浴宝的。他这个林肯是不是不找了？还是先 BKB 还是怎么样？好像琳娜这段时间没什么战斗力。还要刷没专利，我操，迪法单杀，我还有个莫克，有木有吗？我还好，迪法节奏在，就老十一现在是围掉了，前面好顶啊，现在三连死，单杀不了，给兄弟们留点舞台啊，是的，该给你们了啊，该你们了，我不可能从头顶到尾啊。基本上可以看敌法，敌法可以单杀跳过去，分身呀，分身用过了，分身用来打钱了。夜眼军团全面加固，天辉军团全面加固，就不用切了好吧？是的，加的还有天界，他不用钱，完全不用钱。正受到攻击。敌方一般有两个回来就差不多，但这个就是习惯，已经切习惯了。他这个应该是先晕锤吧，先搞个晕锤。晕锤，大晕冰眼，买个魔晶，魔晶挺厉害的，优势局的地方魔晶刷得更快，打架更厉害。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我上一次感谢。哎，这个用鸡的习惯很好啊，往上都拉的，要直拉的话被蜘蛛打了。冰龙直接给大迪法，迪法带盾了，不怕。一个毛到了海绵冰箱救一下，跳过来切冰龙。幽鬼呢？幽鬼还在打远古，没放大。幽鬼在挖矿，没开大。这一步没想到，塔都没了，冰龙为什么要去打？他大敌法没用啊，大敌法旁边就一个马尔斯，砍不动他。那敌法有盾，想把冰锤吐出来。蜘蛛杀个鸡，哎，敌法的鸡，哎，夜眼下塔已被摧毁。5级大梗蜘蛛，4级大梗。
没用，打敌法出大根屌用都没有，他只能杀他队友。将爆，刮痧啊，给敌法刮痧。对他，他打不了敌法，打敌法，他这个出装就是没用的。啊，打队友呀，打完队友，然后跟着队友。敌法靠多姆，只能靠多姆和幽鬼。哎，三路多姆 ，B 克 B 的 CD 的。哎，木勇一个滚，滚到海明。哎，炸到了。大根，哎、大根抽土猫还是很线性的。秒了，打爆了兵种。那是中路被琳娜黑的好痛。琳娜有大炮，到点。琳娜速度好高。这蜘蛛只能 C， 在远距离给大根，只能是。他就正面上不了。就给个大根呀，一道红电，电一下人没了。夜眼军团全面加固。吐两下。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虚灵大根，然后 给一口大招，法术伤害，四百五十伤害。这种蜘蛛是赢不了的，这种蜘蛛就玩这种效果就不配去玩这个蜘蛛啊！真的。夜眼中路兵营正受到攻击。夜眼中路兵营已被摧毁。夜眼中路兵营已被摧毁。反正你当他对手，就感觉这逼白给的。夜眼正受到攻击。真香。那肯定啊，真香，就是两个字。哎，骑士剑，这属于我。夜眼军团正在扫描。哎，开悟了，先打一波，幽鬼大。多姆给了马尔斯，幽鬼开大船过来，敌法掩护一下队友。沃克给大捆两个，敌法被踩晕了。敌法切冰龙炸晕，再给个大，漂亮。敌法这波无敌了，无敌了，没多姆。但是琳娜提到牛鬼，敌法是打牛鬼啊，敌法无敌，这波就是敌法收割，看他杀几个，三杀四杀，最后再杀牛鬼，全部给我呀，刚才那个海明也给我呀。赢了赢了。刚刚好，这个舞台。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一个半的大剑呀！太废了，十五分钟单刀。VT Gaming 获胜。老师太顶了，前面真的。各种单杀。哎，听说峰哥七千一了。